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就是 orphan 开始清理他们。对，等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子龙。然后我今天填的坑是，基础建设的坑。然后我上礼拜有参加基础建设中，所以我上礼拜就是试图去整理我们的 GMB.TW 里面的东西，然后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神奇的古迹，对，然后就发现很多 bug， 这样，像是有一些连接其实已经失效了，或者是说。有些东西它所在的位置其实不是说对新手很友善，所以我今天其实这些 bug 就是已经大家就修好了，然后今天我就想说我来修理这个头上这块 header 还有 menu， 我想要把它整合在一起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新的，然后做了新的之后就有新的坑，就是这个是新的就是提案，然后我就想说继续做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如果能够把整个网站都整理起来的话，应该就是对后续使用或者是继续，或者说想扩充的人就是比较方便，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做这样子的东西，就是一个比较清楚的 style guide， 所以我就开始整理，就是现在 GMB 有的设计元素，然后把它，譬如说像这只卡牌，然后它有的样子。或者说专案的卡片，它里面的架构是怎么样，就把它整理在一起。然后主要 GMB 会用到颜色啊，或者是说按钮的 style， 就希望大家就是统一使用的话，其实设计就比较不容易乱。就即使你就是随便拿里面的东西去凑，应该也不会乱到哪里去。对，所以这次我就开在这个 helper 里面，就是。我希望大家来许愿，就是你们不用做什么事，你们只要在这边写说，我希望就是还有什么元件需要 UI 的那个设计，因为我希望从 GMB.TW 出发，然后之后也许这个 UI 的工具包就可以变成，就每个专案你可以从这个工具包 fork 过去使用，这样也许大家做设计会比较快速或者是清楚一点。那如果你有想到要，还缺什么元件，就来这边填。就是填了，也许就会有人把它做出来。然后这是目前的进度，谢谢。谢谢子龙，我们那个